有，反正这样，细胞都这样，你过酸，很多蛋白质就变性了，所以酵素活力就下降。那当然不是生命就是死亡。这题 C 吗？C， 菌根的菌丝体可深入根部的导管吸收水分，为什么不对？反了吧？是菌丝体，写起来的哦。它从环境中吸水，然后它呢，再把水跟物质交给植物的木质部吧？方向反了吧？大家你们还记不记得菌根它的共生关系是什么共生关系？先写在这里，就是木质部，生菌吸收水跟物质提供给植物。植物型光合作用提供它糖分，所以水是真菌要给植物的，糖是植物要给真菌的，利益交换，所以它不是从植物吸水，它是拿水跟无机盐给植物，所以方向反了，好，以上这是 C。